时隔半年 ，OWL 烽火再临，闪电队能否再续小魔仙名号？我是老陈，让我们进入本周的闪电五家。本周五家第五位，食神归位，看 Sassin 梅开二度，操刀 D.Va 双吃脉冲炸弹。本周五家第四位。凛冬将至，看 Buzzy 三度先声夺人，精准冰锥击杀，冻结成都进攻。本周五家第三位，荆轲绕柱刺秦王，看 Gatsby 张弓如满月，箭无虚发，斩落三雄。本周五家第二位，面如平湖，胸有惊雷，看如雪一锤定音，舍我其谁。本周五家第一位是犀利的刺客，亦是可靠的伙伴，看 Rhea 展现教科书 D.Va 能攻能守，一气呵成。那么又到了备受瞩目的本周 TOP 零环节，你猜对了吗？看 Rhea 再现传统异能，闪电库里三分远投，空心进洞。那么本周五家就到这里了，关注闪电队赛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